玩乐三分钟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玩钓鱼玩具。这是安巴的鱼塘，有黄色的鱼、红色的鱼、紫色的鱼、蓝色的鱼。小猪佩奇过来钓鱼喽，给佩奇拿上粉红色的鱼竿。池塘里好多鱼啊，开始钓鱼喽！放下鱼竿，哇哦，钓到一条红色的鱼，把它取下来，继续钓鱼，钓到一条黄色的鱼，也取下来，我们继续。一条紫色的鱼取下来，这次会钓到什么鱼呢？是蓝色的鱼，取下来，接着钓喽。又是一条黄色的鱼，把它取下来，等鱼上钩。哇哦，一条蓝色的鱼，取下来吧。又钓到了，是一条紫色的鱼，取下来，继续钓鱼。是一条黄色的鱼，取下来吧。鱼快被钓完了，当当，一条蓝色的鱼，取下来，最后一条鱼啦，钓到了，是一条红色的鱼，取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佩奇钓了十条鱼。波乐乐也来钓鱼喽，给波乐乐拿上黄色的鱼竿，我要开始喽。放下鱼竿，第一条紫色的鱼取下来，继续。第二条蓝色的鱼取下来，第三条会是什么鱼呢？是红色的鱼，取下来吧。第四条鱼上钩啦，是黄色的鱼，取下来。第五条是蓝色的鱼，取下来。第六条鱼钓到啦，是紫色的鱼，取下来。接下来会钓到什么鱼呢？哦，是黄色的鱼，取下来吧，继续钓鱼。哇，是一条蓝色的鱼，取下来，快要钓完了。是红色的鱼，取下来吧，最后一条鱼啦，快快上钩。是黄色的鱼，也取下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波乐乐也钓了十条鱼。